来，我出来，出来。拎火叉，火叉，火叉。嗨，大家好，我是文 ，AK 平党议员。嗨，我是曼玉。抗衡雄郭姐郭，本人统计平均女性荷尔蒙三十六个哟。今天到了我们的小样本调查局。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绿茶如何判断，然后我们请网友投稿很多，他们怎么样判断绿茶的一些标准。你可以先说下你的绿茶的定义是什么吗？哦，我自己觉得绿茶的定义应该就是也是有点妖怪给谁理吧，就是有点做作的那种啊，然后小心，有点小心机是这样。看我干嘛？扣我！我突然想到一个很熟，跟你长得很像的朋友，他好像就是蛮符合那个绿茶的定义。你的绿茶就会去。给别人男朋友给他浪啊，你知道浪吗？就是他怎么样，别人男友都是我的，这个会讲这种话。等一下，我想到我今天的绿茶的行为。好，什么？我今天停车停超前面的，就我下车之后发现后面超大一个这样，然后前面的人快没位置退出来。可点就是三宝而已。还是跟那些车子道歉一下。好，那等一下我就会念一些行为，然后大家来觉得这算不算是绿茶？猜中网友都觉得是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来喝一杯好茶。好，那如果猜错的人呢，就要喝我们的苦茶。本集很开心接受到我们公视优质戏剧茶经的邀请。哇，公视哦，对，好赞哦，好赞哦，好强哦！你知道，你已经先看过，看到第四集了，对对对，我们都已经先看了，真的是很好看，很有质感的一部戏。It's a long journey, from tea leaf to cup of tea. 清一三年，是一三年的茶。红叶的简单，开始动人。多多嘞，全部青菜饼，小桂香，酸油安尼，也气味特别好。里面的从衣服，就是光那个预告片，然后看到他们的衣服的细节，就觉得很厉害。而且郭光看到预告就已经跟我讲很多衣服的事，甚至连鞋子，他们连鞋子都有，连鞋子都有看。嗯，你想要直接按，你可以一键到那个商品的地方。哎，怎么按不下去？第一题，很爱说自己个性大刺字，大刺字。好，一二三，应该一定有吧？这一定有，这个是标配。一定要说自己很就是很男人婆，然后说自己就是都大辣辣的，对，然后要说我的朋友都是男生，因为我发现我真的从来没有讲过这件事，就是有被别人讲过，但是自己好像不会特别讲说，我就是很大辣辣。啊，我个人就是比较大辣辣啊，我的好朋友都是男生，我跟女生比较没办法当朋友，因为觉得他们心机很重。我就会都讲这种话，啊、你真的是蛮大啦啦，你讲话我就不会觉得怎么样，就觉得哎、欸、你不用特别说，我看得出来，78%的网友都觉得这是绿，好，那恭喜我们都答对了。好，第二个是都会用第三人称来叫自己，幺幺二，今天很饿，幺幺二想吃火锅，我从来没有碰过哎。而且我觉得这有点太明显，写的会有啦，对，有些人用写就是写那种 FB 粉丝团的会说什么佳宁今天推荐一款好物哦，对对对对对，这种茶就有点太明显，对啊，这很不茶，这已经是太明显了，这已经苦茶了哎。那我们举这样子茶不茶，好，请举牌，应该还是吧，好，86%还是觉得吃肯德基的鸡腿用手撕。就是他不是直接咬，他是用手这样撕一片一片的。有人会这样子哦，我有遇过哎。可是这样子也不一定是茶，有可能他只是手就比较不想要直接啃。对，他不想沾满嘴哦。好，我举了一二三，不是，哎、欸，有人还是举四哎。对啊，你不喜欢看人家不用嘴巴吃鸡腿啊？就你那鸡腿好好，就塞嘴巴就好，为什么要再撕？如果你要撕，就是手撕鸡，对不对？你为什么要？你还是不能接受？对啊，是破坏食物的原则啊。公布复查62%，你们知道答案吗？我不知道啊，知道答案。这个很送分吧？所以选的是绿茶。啊！反手撩法勾耳后，这样子哦，这样子，对，反手勾。为什么要这样子勾？反手勾的话，你就可以转头啊，你就可以让人家看到你侧脸的线条。因为如果 你都会这样子勾，对，正手勾的话，就是人家要知道你在勾什么嘛。可以反手勾的话，就是。
这样会露这边，这样子侧面跟脖子。那这样可以吗？呀，你就是防针眼的，然后这样子这样拉。那如果反手用针眼这样子有吗？因为也是这样线条。对啊，也是反手啊。就说哎，我好像长针眼，就蛮怪长，就不会长，怪长。这样子查不查？请举牌。啊，是你自己的，你自己的不对，你自己教的，你不举。不是老绿茶，就直播头发，有什么为什么要反手？喜欢就是想要让自己漂亮而已啊！我刚刚讲到，你是反指标是不是啊？鸡腿没有用手吃就不行，这个就是做出来好好吃，为什么用手吃？请公布，查53%，请查，不要查，还是你故意的、啊？你 是想要做效果？没有，没有，下一题，下一题。对男女生说话音调会不一样啊？确定有？这我们有共识了吧？有共识，有共识，好，公布。93%，会有这种吗？有，我国中在当绿茶的时候都这样，就朋友来啊，可那个谢修修来就，去合作社哦，我等下停课干嘛？然后男生来，哎，你现在上停课，好好吃哦。你会这样子？你国中就这样？我国中的猪猪啊，会有上那种，就是在男生面前都很装笨的，就是很明显的笨，就是你会觉得他是已经有一点有问题，对，是怎样笨？就是他开一个很明显就是玩笑的玩笑，然后他会直接当真。哦，他说真的、喔，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男生就一直笑，说怎么可能？对对对对对。哦，是无猪吗？无猪真的不知道，可以挂保证。是啦。他几岁的时候遇到的？国中的时候。对，国中很多这种。对。国中是绿茶满天下。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傻傻的，我还跟着笑，怎么可能啊？对啊。然后男生都觉得他很，已经觉得他很可爱了。喜欢跟男生骂来骂去。好难哦，可是我真的也会，就是有时候是很凶的，有时候会真的吵架的。哦，就是我是真的很容易跟男生当像兄弟，真的兄弟那种。啊，绿茶这样讲，我是真的兄弟，好不好？国高中都单身啊，单身的绿茶，有这种绿茶，单身狗绿茶。好，我觉得不是圈，公布不查，爱情对，大部分茶是不查，这真的不一定，真的不一定。可是我觉得以是几率来判断来说的话是。大部分是，好啊，对啊，大部分是啊。讲话用上颚共鸣，这个我真的听不太懂。啊、应该哼，就是会有那这样吧。太羞涩，干嘛呢？这样。美女，帮我拿茶茶。帮我拿，帮我吃那个好不好？就是会有这边共鸣在这里，共鸣在这里。我想吃火锅。对。我想吃火锅。冬天好冷，但我们吃火锅好不好？请猜，好怪啊！这样是不是？下一次是，真的吗？绿茶，上颚共鸣是有人哦，85%大部分茶哎，对，大部分都是上颚共鸣哦。就是你帮我拿东西，对对对，恭喜你成为绿茶，成功，你成功了上颚共鸣的证书。垫脚走路，袖子要拉长盖手掌，就那种日本女学生，不是那个袖子都要拉到这边，然后会这样垫。垫脚走路会怎样？可是我要说，现在衣服很多袖子都做超长的，大水袖。对啊，而且我也会觉得这样好像蛮可爱的。对啊，我也觉得拉长一点点，好，我也觉得很可爱。怎么？还有垫脚走路，可不知道走到怎样啊？就是这样蹦蹦。对对对对对，要搭配上颚共鸣讲话。学姐看到你很开心哎，这样子，然后脚都会这样，永远都很开心。啊，真的，然后袖子挂这边，然后这样笑。对对对对，一定要这样笑。是，大部分茶71%。哦，好，下一题，包包永远不在自己的肩膀，就他都永远会说很重啊，然后就叫别人背的。这我不是绿茶吧？这我是很公主吧？你会给人家背你包包不会？我也不会。我会。谁啦？谁帮你拿？小光头，小光头呗。请做选择，这样是不是？噔，这样是有点烦吧？可是我觉得这不算吧。我要走。可是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的一个招数。不是，就是他可能就说很重哎，然后就是会找男生。我的包包好重。对啊，这可能如果是他的招数。哎，86%，请客。我看有些人投稿是说会叫别人的男朋友帮他背，啊，这个很夸张哎，就是会说真的很重，可以帮我背吗？这样太不要脸了吧？但是我之前好像有叫车友人帮我拿什么东西，好，请喝，干杯。我觉得这不一定准，因为大家有可能都是先觉得那个人就已经很差，然后他做一些行为，大家就会很生气，喝醉乱倒在别人身上，可以，这个一定要的，这一定有。
但这个我 是也做过啊。真的醉，他就是你真的醉又装的。哦，可是还是会看一下帅的在旁边，就跟婢女一样，婢女也是会这样，就是装睡，但还是会看一下旁边人是谁。好，看一下。86%，常说不饿，吃点小东西就好。这个也还好吧，这我也会，可是我还是会吃很多。但我觉得这个蛮还好，有些人减肥也会这样，有些人胃口就是比较小啊。好，这应该还好。这也是擂台，哎，这种擂台就是你们的57%。也太严苛了吧！绿茶放的比较大一点，就可能大家说要去吃什么时候，他就会说我不饿，吃点小东西就。我胃口很小，可是你用这音调，你就感觉已经是绿茶。如果是那种很耐烦的，就还好。哦，就不饿啊，吃点就好了。感觉逆子逆女，对爸妈讲话的话，好了，我觉得是口气问题啊，不要用上颚共鸣，你就多用不耐烦的口气。而且包包很重，我不想背啊，这样就好。那谁会帮你背啊？帮我背一下，包很重。你有男朋友帮？人啊，这样子对啊，哦、很重啊，就不會肩膀很重啊，这样就不会晕船哦。你想看50斤哦，人家看闺蜜50。因为今天我们有提到我们接下来宣传公视的年度大戏《茶经》，所以呢，我们进行到这边呢，当然就要邀请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非常难请到的。不敢相信的重量级嘉宾，那就叫温温先生吗？温宝藏，客家宝藏。大家好，爱温宝昌，欢迎客家宝藏。因为这一次茶经，它里面其实有非常多语言，客语，然后闽南语，还有上海话，还有英文，然后中文。所以这次呢，特别请到我爸，因为我爸呢就是客家宝藏，而且他讲的腔是一样的，都是海陆腔，对不对？跟郭子乾一样。所以你在看的时候有很熟悉的感觉。有。而且我爸说他觉得他们里面讲的真的都超标准。我很惊讶郭子乾竟然会讲客家话。那因为今天我们刚刚上面的调查呢是关于绿茶的，所以我们要请客家宝藏来教我们几个，就是遇到这种绿茶情况的时候可以讲哪些客家话，然后来反击。好奇怪，非常不实用的情境。大家学一下，可是你讲了，对方可能不知道。如果你是比较俗辣的正宫，就可以用这样子，好，对，用客家话来回复。好，好，提问第一个你要教的是，怎会这样？嗯，娘为安娘，娘为安娘，娘为安娘，为为为为为，哎，好念，娘为娘为安娘，哎，对吗？标准。如果我叫你男友帮我背包包，好，假如他是你男友，好。哎，好重哦，你可以帮我背一下包包吗？我拿不动了。用不安用，哇！讲的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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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好卖力，这种绿茶客系，绿茶客系。麦瑞演那种刁钻的角色演得很好，对对对，用不安用，回到公友，公友。好，那第二个呢？你先讲客语的，让他们猜。好，你疲软了。天哪，好难哦！你再讲一次。你疲软了。你疲软了。哦，郭才，你是屁孩了。好，下一位。你很做作吗？你屁卵啊，你屁卵啊，你屁蛋。你屁呀，不拔不的，因为他加卵这样，屁卵，卵是一个蛋。你屁卵啊，你要你屁卵。我都被剪掉了，不会啊，这是你屁的啊，对，屁的。还有一个就是你死不了，什么意思？是你卡真了。那我们不要越讲越难听，为什么不能真屁？为什么一定要讲蛋？就没有这么不够粉，要有蛋。讲就是我们问你要吃什么，然后你不饿，装假装没有很饿。哎，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大胃王餐厅，点爆点爆点爆，牛汉堡、鸡汉堡、鸡肉汉堡加薯条。可是我不太饿，我只想吃一点点。你屁卵呐！好好用，你屁卵呐！你屁卵呐！屁卵第三个这个，嗯，等你闹，等你闹，等你闹。等你闹，等你闹，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嗯，我觉得是盖印章嘛。等你啊，等你，等你，等你闹，等你闹，等你闹。哦，我知道你没脑，你没脑。好，公布答案。惹人厌。哦，惹人厌。得人恼。哦，让人恼恼羞的那种。第三人称称自己。宝宝想喝爹爹，宝宝可口想喝。叮叮啊，叮你这个行为叮叮啊！好，我要
晓得。娘喂安娘。娘喂安娘。你叫大家讲一次。娘喂安娘。娘喂安娘。就是怎么会这样？就是碰到那种怎么会这样的情境？就是有女生靠在男友的肩膀上就可以讲。娘喂安娘。对，曼玉的那个刁钻。娘喂安娘。哎呦，是谁哦？第二句是。你疲劳呐。你疲劳啦。你疲劳啦。你疲劳啦。你说手痛痛。你疲劳啦。肚子不饿，你疲软啊！你怎么那么爽？那个很久没有骂的吗？对，第三个是邓英闹。哦，邓英闹，邓英闹，闹，邓英闹。哎，像他如果就是手撕鸡，肯德基用手撕，邓英闹。哦，还有个嘎味，是什么？假会，好像跟会一样，嘎波哟，你说你像肯德基要撕，对不对？嘎波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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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会？邓英闹，邓英闹，嘎波哟，邓英闹嘎波。好，今天就是我们今天教大家一些真的看起来蛮实用，大家用得很开心的课。实用认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绿茶调查，那一样再推荐大家一定要记得收看我们公共电视和客家委员会合制的好戏《茶经》，它是一个时代生活剧，而且它也是那个一把青跟我们与恶距离的制作团队制作打造的，然后它的场景跟服装的细节真的都超级厉害。其实整个看起来就很像喝一杯茶，就你一开始泡的第一泡它可能比较平淡，但到后来就越来越有浓很浓的茶味，对，然后到最后就可能甚至有一点点的苦涩，但又会回甘。哦，好会讲哦，有认真的看哎，有很认真看，我觉得他们这是很细致的一部片，而且看的都是很激动，跟我说哪一个几分几秒超刺激什么一定要看，然后他就会跟我讲。最近大家同一出好戏，大家同学来看《茶经》。哇，茶经，大家记得收看哦，拜拜。